第九题，上课时坐最后面的同学希望老师讲课的声音大一些，是希望老师讲话时发出的声波何种性质变大？小说话声音的音量大小叫做响度，响度跟发出声音的能量有关，能量是由振幅决定的，所以希望讲课话的声音大声一点，我们就需要振幅变大一点。所以第九题说，是希望老师讲话时发出的声波何种性质变大，我们答案选的是猪振幅。